米粥豆浆豆哪了？豆和，我真想吃一下他家这个油，他家这个油条啊，是咋天天这么排队？小门口呢，他家豆脑好喝。是吗？豆脑好喝啊？啊。刚才打电话，媳妇儿说要来这个小馄饨，我来两袋生的，拿回家。打包一个豆腐脑。我来豆浆。哎呦我的天哪，我大姑娘醒了。哎呀哎呀，你咋醒这么早呢今天呢？哎妈，一觉睡到七点都没吃哪。吃饭吗？姑娘姑娘呀呀。就说军哥这小鸡荷包蛋打的怎么样吧？啊，一天可爱管闲事儿了。我来豆腐脑，还是豆腐脑是爸的最爱。哎呀，给我姑娘整点儿吧。豆腐脑来。妈给。这个里脊这个饼啊没买着，那个以前总吃那家的，看看这个怎么样吧。我瞅着是挺干净反正。看看有没有他家的味道。热呗。怎么说呢哥们们，挺好吃。但是可能是我吃那家吃惯了吧，还是那家好吃。如果你没吃过那家呀，绝对好吃啊。他家十块，嗯，我去这一个那地方6块。我先打的你。嗯，我说豆腐脑是早餐之王，绝对没毛病。你配啥都吃，哎，这玩意儿能吃，这包子、饼都可以。哎呀，今天这个又安排慢的。今天去看门，各种门，柜门子、拉门，完了那个不是推拉门，就是那个柜顶那个推拉门，它不是一家一家没有，还有那个卧室门。完了，明天来给量尺，好几个量尺的。明天中午还有一个必须得去拍的火锅。哎呀，忙。哎呀，你还挺忙呢。你想赶上孔圣女啊？你有那大鱼吗？我现在也是成功人士，每月已经达到2800了。我这哥们儿人我不告诉你，我还帮我借钱。热，我给你讲讲我这个饼从第一次吃在哪吃的，山东淄博商店，我们整住那家宾馆楼下就有一家这个，我可爱死了，一顿能吃仨那天，10多年前了，在沈阳很少买这个的啊，很少很少的，可市里又没看到过，反正就大学城的一水又有几家卖的。好吃不？你刚吃完那些奶。你馋了，这你不能吃辣，姑娘，辣。买这个猪肺啊，晚上咱做尖椒猪肺。还有
拍手吧，你拍个手，妈给你拍手。斯里拉姑娘啊，哎呀，这，咱这没有咸蛋儿，你再整点馅儿啊。你不爱吃这豆脑，这豆脑有咸蛋儿。啊，行了，早上一个非常有烟火气的小视频啊，吃完了我们就上装置材料城，拜拜，拜拜，姑娘，拜拜，哎，你看现在多听话，拜拜。